要来欢迎着咱淡水吼，哦，金福桥咱伫富丰爷。神尊哦的一个雕刻的一个表现啊，应该是说一个装置哦。那呢，欢迎到咱金福宫地府王爷。青藏红毯，现在呢，咱的老师今晚在带咱进行咱的拜堂哦。那淡水呢，我们静福寺也是属于咱八宝山吼。那八宝山呢，就是咱的台湾山。那台湾山呢，有一个别称叫做蛤蟆山，以前呢叫做蛤蟆山，因为呢，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呢，嘴巴是会一开一合，而且呢会发出咔咔的声响哦。那而且呢，咱金福山呢，伫咱淡水哦，历史非常非常悠久哦，非常非常悠久，也是我们在地的一个我们的民俗记忆哦。我们知道呢，施政呢有分我们的台湾施，还有分我们的广东施哈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看到这是属于我们的台湾施，还是咱八宝山的蛤蟆山哦。来，现场好朋友应该都有听到哈，我们在都有听发出那种咔咔咔的声响，所以这个是蛤蟆山的由来，它嘴巴会一开一合，一开一合哦。那广东狮呢，它的特色就是在它那个眼睛，它会眨呀眨哦。那他们呢的那个装置艺术不太一样，那台湾狮呢是由咱呢用雕刻的模式哦。
现在狮子在干嘛？你们知道吗？在北京吗？在瘙痒哦。啊，狮子非常可爱哦。啊，所以呢，他们呢，像咱啊，台湾狮呢，有真侪吼，咱都是啊，搭配的我们的中国武术。那看这样有真侪，咱嘞啊，那我们的武术馆哦，拢有狮钉吼。那包含狮钉，毛真侪，咱诶中国武术哦，也都穿结合在一起哦。啊，咱金宝山是咱淡水吼，哦，历史非常悠久，所以呢，你看咱呢，哦，咱的狼山的人吼，伊迄个举手投足当中，迄个应该就是说，迄个基底功非常非常的厚实，而且呢，迄个吨位吼非常相当的到位吼。